朋友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，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。建成老师好。你好，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来了7月19号，今天就是素姐姐来台湾，她行程满档一路排到晚上去。那明天有重要大事，明天是台积电法说会。今天到明天其实这个时间点很巧妙啊。那今天台股呢是开高走低，而且收在几乎最低点哦。台积电今天收平盘哦，这时候大家开始观望了。素姐姐来好像并没有特别的一个利多，并没有股价特别的表现，而台积电明天又要法说，今天台积电反而收平盘，老师现在到底该怎么看？我两个礼拜前我已经跟你讲哈，两个礼拜前我在游艇上面我说这个月怎么样？大概就是 AI 就是热到苏姐姐来，就结束了哈。言犹在耳，你不相信？前两天，我礼拜天我还是给你录影音，是。我跑去三貂岭骑脚踏车，我建中的同学哈，核工系毕业的，我们台湾的核能专家哦，一直邀请我，因为跟着我做成概股赚了不少啊哈，所以邀请我好几个月，叫我去跟他去三貂岭那个旧隧道骑脚踏车，然后顺便吃大餐，然后去完再带我去鼻头角吃那个鲍鱼跟龙虾大餐，痛风餐，痛风餐。他手上哈一堆什么新糖，陈盖威风谁与？130以下的新糖啊，买满手啊！你看今天的新糖144.5，老师给大家的集团作战股4919的新糖，六月份老师是告诉你有集团作战行情，而且6月30号老师还说一定会开牌，就老师刚好那天没有来节目中，7月2号、3号、4号卡，7月4号开牌的，告诉你就是鹏程加新糖144.5，对不对？我的股票我说随便一张你都是1万5、2万，两万价差，连几十块钱都可以1万5、2万的价差，给你。好，那我在礼拜天我吃完大餐，我还是没偷懒啊，我还是给你录录声音，我还是因为我礼拜六礼拜天我会给你录美股收盘，以及美股收盘还有这礼拜的操作策略。对，我说这礼拜我们干脆明天请那个导播重播好了啊，我说这礼拜就是到苏姐姐，然后台积电法说完，这一波的什么 CoWAS 啊 AI 啦，先进制程有没有？等等，先进制程大概就要怎么样？差不多烟火这个烟火差不多要放完了。对，好，今天已经苏妈来第一个烟火先下来了哈，明天台积电法说完，第二道烟火上去，那就即将要结束。老师，你真的很奇怪耶，现在行情正热哎，对。光光股正热的时候，你也叫人家不要去追光光了。果然啊，现在的光光股不是一个个被大家弃养吗？对，一个一个破底吗？对不对？现在哪根还跟你说凤凰？现在哪根还是跟你讲三富啦、凤凰雄狮了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当初我听了那些分析师去讲雄狮、凤凰，还有包括我讲过的这个易飞网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下车，我都跟你交代哦。我说我下车，我就下车了。对，我下车了，它再涨上去，我绝对不会笨到叫我会员再追回来啦。为什么？你再追，你总会被咬到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毕竟只是卖了再买，卖了再买。你中间你搞不好一张好，你卖掉你赚50000。可是呢，涨上去的时候你没有第一时间追，你到最后受不了的时候，你再追回来。那你就把你那50000怎么样？又吐回去了。又吐回去了。对。那何必嘞？除非整个股海里面三头斜照股票这么多，这么多，对呀，涨就涨了啊，你管它。对，还有下一档陈盖。你看今天的宝瑞不是涨停吗？是。你们都知道宝瑞，我有在上个月6月份这个端午节后，是不是买719？七一九买进的。719。对。今天涨停啊，887了，对不对？887，很霸气啊。但是老师的生计还有下一档啊，是不是又告诉你还有？你要不要耀华药今天涨啊？耀华药对不对？6446，今天也大涨。我的股票因为我都买在底部，那你说老师买在底部就不会跌吗？会，买在底部没有保证说底部就不会跌，但是你都已经买在底部了，往下空间有限，跌空间有限，而且套，你不会套很深，对，不然你也可以来质疑我说，老师去年 M31 你买300。对不对？290，后来跌到250啊！你要怎么讲？
我不用怎么讲啊。后来喷到一千了，250我就再买啊，我要怎么讲？不然我还带你去停损吗？那我如果带你去停损250的，你看到现在 M31 1000块的话，那你不来给我看报的？所以一个分析师要懂他的股票。300我就觉得已经够甜了。300我觉得够甜了，到250那根本就是闭着眼睛都要谢天来买。老天爷掉下来的大钻石给你接，你不接，你还怕被钻石给扎死哦？有利看买，只需买，莫待飙完去追高。心法老师有教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我刚跟你讲心唐，我们做这样的股票，你会担心像这样子吗？你会担心这样子吗？我们带你的股做股，我们从来不担心这样哎。对。可是今天这档伟创，我是不是之前就跟你讲了？是。伟创，没错。你看前两天到145，然后今天杀到122，情何以堪？对，我是一张随便带你赚15000-20000以上，要讲以上，对，不然人家以为老师怎么这么菜，这么长，对不对？现在行情这么好，以上是啊、哦，来，那呢，那你最高的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亏20000呢，你140以上的，那你就一张都亏快20000呢。而且老师近期还用量去帮大家解读哦。我前两天是不是告诉你？量，我应该是在中视吧？对，在中视有解。我是不是特别拿伟创跟大盘？我昨天说我平常不跟你解大盘，对，我大盘就是要去守那个17000。对，为什么要守17000？我把理由告诉你，因为那天的量，那个量比较大，那个量如果吃掉了，那同样伟创也来啦，128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盘中破，尾盘想要再收上来，有没有？正好收多少？128，就这么妙。对对，好准，就128。是。那问题是，今天跌破之后，128上面已经有怨念了嘛，对不对？128以上已经有20几万张的怨念了，有没有？到145之间，这些都是怨念了。好，但是往下呢，有128之前的几天的支撑，所以这边它还会再晃一下啦。可是如果明天台积电法说，利多失灵，那怎么办？如果利多失灵，那利空就更不用讲啦。是不是？你要做一只股票很简单。你要想说现在的利多是在高档的利多还是在低点的利多。股价在高档放利多，那利多不涨你就完蛋了嘛，你就要赶快跑了嘛。那股价在低档放利多，你的机会来了，钻石啊，对不对？股价在低档放利多，它就算不涨，那你也没什么好担心，因为就是在低档了嘛。对，那你总不会还要问我说，老师请问，你教我怎么看高档跟低档？你去看是要右上角还是右下角？那你看你一个现在的股价是这样往上走还是往下走、右下，好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是，对不对？你去看看。那如果股价在低档又是放利空不跌，那不就是钻石后面干嘛？那种大人要准备来抬轿了吗？懂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刚讲到这个新唐，4919的新唐，麻烦你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一排叫外资，这一排叫投信。投信之前砍掉，后来这几天干嘛？买，抬轿啊，风来了。我们跟你讲说，我带你的股票，都是怎么样？有大人，有大人来抬轿，所以我是不是买在前面？是，前面他一直砍，我就带会员一直买，有没有？你砍不下去了，我也买够了，有没有？现在反过来，抬啊，小台到昨天怎么样？大买了，大买要1000哦，对不对？1000，然后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又有怎么样？又拉到144.5，对，有没有？那尾盘因为大盘杀急杀嘛，跟着下来嘛。但是，我这个股票的走势，比起来，虽然没有直接拉涨停啊，但很稳健。你会担心说，你今天因为在上课教书，你因为在上班，然后老板叫你去开个会，不能看盘，你都不能看盘。你去买 AI， 你很担心说，老板怎么办？开会，手机一直拿起来。老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卖一下红，那我卖一下伟创。你没有办法专心看手机，你也没有办法专心开你的会。请问你这样上班，老板会给你加薪吗？两头，我不给你 fire 掉就不错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做股票做到把你的工作给耽误了，那你就选择一项嘛。看你是要辞了工作好好做股票，还是把还是。
股票跟我富贵稳中求，把你的工作做好。但是哈，前面两年都有先例啦，很多人以为股票很好赚，把工作辞了，后来呢，去年有没有？不是断头融资断头吗？对，把两三百万亏掉了，好，把四五百万亏掉了，鼻子摸摸，要再回去工作，没机会了，你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坐走了。然后呢？股票也亏光了，原本在你旁边的同事，升官了，上去做你的主管了，这种案例哦，比比皆是，那得不偿失了哈。OK， 好，所以回过头来，你要帮人家抬轿，还是你要人家来帮你抬轿？我自始至终，我都是买在大人前面，是，哦，所以台湾精锐，我买了，谢金河来抬轿。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像文茂我都走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台湾精锐？也是在开始节节败退啦。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所以，做股票，脑袋瓜清楚一点，你不要因为手中没股票，不知道什么股票会赚，看早上的节目人家讲什么，你就怎么样？看新闻做股票，追高杀低啊。好，那你这样永远就赚不到钱。这一档叫做神达。有没有？有三达嘛？广达、有没有分析师告诉你说没关系，错过了伟创、还有广达，来神达，来神达，还有一个嘉士达。哦，对啊，来，一样啊，开高洗下来，再拉上去，再下来，在干嘛？好可怕哦！这些人在干嘛？今天的成交量多少？18万张哎。我只要看到成交量就是这一种，几十万张了，就代表怎么样？过热了。大家都冲进去，投资人的情绪很嗨啊！前两天的伟创不就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证交所就有德政啊，要给你关一下紧闭，叫大家有没有要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康荡一下，好没有？哦，所以凡被炒过，必留下怨念，必留下怨念啊！哦，是他讲的、啊。再来看这一档，这档叫什么？英业达，有没有？有，没有广达？那你要有英业达、那广达都到200了，那英业达总要表态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广达是从80-90到200多，一倍多，那英业达从20几，一倍多到多少？那你顶多就要50-60啊，可是重点它已经来到多少？70几耶，有没有？你看今天的成交量多少？27万张，27万张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钱都在这些股本很大的 AI, 对啊，然后跟 AI 沾点边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过了3个月半年你发现他公布财报，照理说你现在做 AI 好像很赚，对不对？照理说我现在跟你讲，照理说你现在做 AI 应该很赚，对不对？可是2-3个月后，公布出来成绩不如预期，怎么跟去年差不多？甚至万一比去年还差，哇！那请问这几个月是在炒什么？心酸。在炒什么？炒你不懂啊。炒你傻傻跟着人家买啊。我跟你讲哈，你现在手上去看，你现在手上如果有追高的，如果你是低档的报到现在，那算你厉害，好不好？因为10年风水轮流转嘛。是啊。但是你手上是才刚买这一些，炒高的。所谓的 AI 股哦，右上角的 AI， 我建议你要小心一点哦。我还是同样这句话，当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时候，我叫你小心的时候，你会忠言逆耳啦。教你冷水啊！你会忠言逆耳，你会听不下去。就跟2年前航运，你在200多块，航运、阳明、长荣、万海，你在正热的时候，我在教你冷水，你同样听不下去啦。听不下去，我建议各位你就直接转台。因为2年前我也是这样讲，你听不下去你就转台，为什么？你就去看你喜欢听的，你就看你喜欢听的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在转台之前，我这句话先送给各位哈。老师的心法很多，你看老师每天准备多少资料，这些资料都是老师用心帮大家准备的。时间有限，有人告诉我哈。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啊！他说，因为人教人是教不会的，但是事情呢，教人呢，好一次就够了，
摔痛了一次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相信啊。有的人就是一次还不够，不然怎么会有人三四年？因为我们的台湾股市每四年国安基金出来护盘一次嘛，所以代表每三四年就有人怎么样？又再摔一次，赚钱再亏回去嘛。好，所以有的人是这辈子股票已经摔好几次了，他还不是只痛一次哈。好，人只有痛醒跟疼醒啊，不是叫醒的。好，好，人是叫不醒的。老师一直在叫你，一直在呼唤你。再来哈，因为人性哈都不需要听真话，哦，只需要听好听的话就够了。一般人听骗不听劝。所以我现在反问你啊，亲爱的，你是要听骗还听劝？有人说台湾人都听骗不听劝，所以诈骗集团很多嘛，对不对？讲到诈骗集团哈，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啦。我今天我在我的 LINE 我会贴一个东西出去，我说你不要股市的钱没赚到，结果你的钱就被诈骗集团两三百万就给骗走了。好好，我去年我就一堆会员啊，我叫你慢慢变富，你不接受嘛，然后现在一堆股票诈骗群组，被骗了两百万、三百万，再回来跟我哭。老师，我对不起你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只是没有把话听进去，你是对不起你的血汗钱，对，辛苦钱，你对不起你血汗钱，你还对不起你爸妈，就这样而已，啊，因为你爸妈，你这样子，你做愚蠢的事，你就是，怎么样讲嘛，有辱家风嘛，对不对？侮辱你爸妈，没有把你教好嘛，很心疼啦，心疼你的这些辛苦钱。我今天我接到电话打来，电话前面有个家。来，亲爱的大哥大姐，你们看我节目哈，我不是那种爱钱的分析师哈。你没有入我会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要保护你们。因为我不缺钱。我说实在的，我妈每次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在节目跟你讲不缺钱呐，不缺钱人家就不来入你会。我本来就不缺钱呐，我自己做股票我就赚就可以啦。因为你分析师如果会赚钱，自己做叫我们来做，干嘛来当头屋当老师？我跟你讲，我来头屋当老师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跟其他分析师不一样，不然我干嘛彭程跟新唐时间到没涨，有涨没涨，我说我都会开牌，就是开，我就老实人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你接到了电话，手机里面前面有个家，注意，那都是国外打来，注意。结果打来那个人跟我讲说，他是桃园户政事务所，他说我表妹，自称我表妹的人拿了我的怎么样，委托书。说要去户政事务所补发证件，补发身份证，然后呢，告诉我说，有没有这件事情，他说如果没有，那我给你一支电话，你那个电话打去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会教我怎么做，狗屁啦，我才没那么笨呢，前面一个家就是要国际打来的，那国际打来了，你还要骗我说你在桃园户政事务所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故意问他说，那。你有个资嘛？那我生日几号？我的生日他月日他讲对了，年他讲错了。我是六十年次，他还讲四十九，我就知道了，在胡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因为有我们部分个资嘛，对对。我说那我身份证字号呢？还真的给他念对嘞！哇哦，超可怕的。这不知道从哪里外流的。我跟你讲哈，诈骗集团早就跟金融机构、信用卡中心早都要到个资。你有没有常常一刷卡，马上你就接到诈骗的投顾电话？是，有啊。这是我们政府的问题哈。这个政府自己要处理好。好，提醒我们的。每年就几十亿被骗，对不对？现在要选举了，赶快办一办，好不好？提醒大家哈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们上半场先讲到这，提醒大家。好，那我刚刚跟你讲了哈，是听骗不听劝，对不对？下一段节目来，我再来跟各位讲一下 USB 概念股，好吗？我们先进广告。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泡沫股，台北股市的泡沫股，对不对？1990年代，我在读建中那时候，郭婉蓉证所税事件，金融股泡沫，大家有印象吗？2000年。网络科技股泡沫，那时候990的和生堂，麻烦你看一下和生堂多少钱。现在再也没见过。2008雷曼海啸，在那五年金砖四国有没有？大陆股市也是飙翻天。那段时间油价很高，太阳能股，茂迪涨到1000，麻烦你看一下茂迪现在多少钱，好吗？2001年的宏达电、多普达、HTC 到1300，有没有？有。
它的供应链洋华炒到518，麻烦你看一下洋华现在多少钱？不见了。这几年谁在讲洋华？没了，不见啦、啊。对啊，不见了。宏达电每年开股东会，每年都被股东怎么样？王雪红都被股东吐苦水，吐口水啦。你为什么要吐他口水嘞？他有叫你去追高吗？没有啊。他有拿着枪抵着你脑袋瓜叫你非买宏达电吗？没有啊。但大家都喜欢追右上角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追，你活该啊！你要怪谁？再来，是2014年生技泡沫，基亚460，请你去看一下现在基亚多少钱？中裕349有没有？翁启惠有没有？后来内线交易不是被弄下来吗？还有昊鼎755，麻烦你看一下这几档股票现在多少钱？都已经过快10年了，上来没？没有。一套套一辈子，是被动元件国巨曾经1300，对，这两年最高600，解套没？还没。华新科491，现在多少？100块都上不太去，都几年了？5-6年了，解套没？没啊。来，合一2000年4764319，疫情那时候有没有？对，恒大做口罩，铜板股，216，对啊，现在嘞？20几块，回不去了，跌90%，你也回不来啦，回不去了。还有啊，货柜三雄，2年前，万海、阳明、长荣，240，对不对？200，我跟你讲，你买200以上的人，我认为你搞不好100年都见不到了，嘿，有可能啊，哦，有可能哦，这20-30年你再见不到这个行情了，哦，好吗？去年北极星232，今年现在多少？100块不到啊，有没有？是三富188，雄狮201，凤凰128，云品130，这一个月现在你的 AI， 你的观光股嘞，你的饭店股嘞，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哪里？不过就上个月的事而已耶。现在在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破底，对不对？不见新人笑，只见旧人哭。那下半年呢？我已经给你点出来了哈。AI、储能、重电，我写出来，你可以相信，你也可以不要相信。有人说我讲话很臭屁、很狂，你不要相信没有关系，钱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哈。赚是你在赚，亏也是你在亏。我只是善尽一个分析师该有的专业拿出来告诉你 ，AI 储能重电，新闻有哦。来，今天的市电，麻烦你看一下，跌7%。中芯今天的华城跌5%。对，今天的中芯电开盘直接跌停，昨天的中芯电还见高哎，是，怎么在见高之后，利空新闻出来？新闻就出来了，直接跌停了，锁跌。怎么之前在100在拉的时候新闻都不出来嘞？为什么在高点的时候新闻出来嘞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奇怪，这就是股市的法则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判读，让建成老师来帮助您。想直接跟上、想投诚的朋友，电话直接拨通绿色框框，直接扫起来。最后有请老师帮我们做个结尾吧。今天其实还有 USB 来不及讲啦，想索取资料自己加来来索取喽。来，这句话送各位，利多追涨利空砍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但使资金股票在，投奔成成富贵来。我的投诚专案我还在等你，赶快来吧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